Thank you.
有雄者逢大鱼，吞却一半，鱼一半。如此捕鱼需要勇气、记忆，人与鹰的无间合作。如此已经下水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即将开始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玄关之谜，历经三次大规模的连关，终不在一退县衙判的为了解开这个千古之谜，龙虎山管理局悬赏30万。或许此时此刻的您还在苦思冥想，作为一个能够制造弦纹织布机和13弦琴，能够铸造出干将莫邪之剑的民族，为什么在玄关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文字记录？干越人所建立的干国幅员辽阔，为什么他们的衙门只在龙虎山出现？您可能还在想，为什么找不到第二部邪门打针机和13弦琴？亲爱的游客，虔诚的旅者，现在我要告诉您，这是古越人留给我们的一个巨大秘密。这个秘密中包含着无穷的智慧与坚定的信念，美丽的希望和真诚的祝福。此刻，我们正是站在2600年前
古越南的国家圣地和精神净土，站在他们与神明对话的地方。为了天宇的和美统一，为了人间的圣洁完美，我们将祈祷上苍赐给超人的智慧，我们祈祷神灵赏给无穷的力量。此时此刻，请举起您的右手，手掌向上，这叫上接天灵。下垂您的左手，指尖向下，这叫下接地气。跟着我，在心里默默地数九个数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这一刻，神明护佑，大吉大利。这一刻，心想事成，功德圆满。朋友，祝福您。想象的，其实真的也不是这样子。来，看看灯光要照下面了，别照了啊！都可以，可以的。来，要照下面，下面就照了啊！好了，就过来，过来。来，看我这里有啊！啊？别去了，别去了。啊？啊？不走。不走，那就在这里吧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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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紧张。走啦走啦走啦！
这个风景就真的美了，不是假的，好像泥浆一样。对啊，好像泥浆一样，有点像泥浆。下次我们去泥浆要不要？杨先生说根本不可以害的，应该可以。羊就是土老虎是。大家不要随意的走动啊，因为我们要保持一个游船的平衡。还有我们喜欢拍照的朋友呢，一定要注意啦，你的手机相机一定要拿稳了，不要掉水里面去了，给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。那首先呢，这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道教名山之一龙虎山参观游览。那说到龙虎山的话呢，它的景区啊开发的比较晚，它是在1984年开发的，在88年呢是先后被评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、国家地质公园、国家森林公园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在2007年呢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地质公园。那么龙虎山啊，它也很荣幸在2012年呢是成功升级为世界自然遗产。那么这个龙虎山它的景区的规划面积呢有非常的大，达到262，在我们的左手边就有座山峰，这个山峰啊我们称它为情侣峰啊，因为它形是背靠背而坐的一对情侣，我们当地人称它为什么呢，称它为尼姑背和尚啊。正面对我们的为尼姑，仰面朝天的为和尚。我们说看一个景点呢、啊、它都有一个最佳角度，我们这个国道上看最形象的啊。那我们说这个玄关也属于龙虎山的一绝啊。那这个玄关呢在龙虎山也聚集的比较多，有200多处。那针对这个玄关古人是怎么放上去的，龙虎山它有一场表演啊，这个表演呢就是仿照古，这就是表演的现场，不知道大家这个表演看了没有？看了啊，看了是吗？嗯，我们说看这个表演呢，其一是对我们的玄关进行了一个了解，就是古人怎么放上去的。其二呢，它这个表演的寓意非常的好，寓意着升官发财啊，所以来龙虎山的话呢，这个表演是一定要看的。而这个表演的人呢，就是我们当地的药农李家氏兄弟啊，你们也看了他们的表演，非常的精彩啊。那么还可以看到呢，在这个表演的现场，潘英啊，他是佛道双修的游灵之魂。在我们道教的话呢，我们就不叫他观音了，称他为什么呢？称他为慈航道人。我们时常说的观世音化身解救百姓，观世音大慈大悲啊，所以呢，在道教里称他为这个玄关葬这个高高的地方，他为什么要葬在这里呢？我们的专家为了解开这个谜呢，是在1978年的时候对这个玄关都进行了考古啊，他们就发现在这里呢是居住在龙虎山的一个少数民族，叫古越族人。那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呢比较特殊啊，他们喜欢住在深山里面，住干栏式的房子，身上呢会有一些蛇龙图腾，短发纹身，喜欢吃水产，最大的特点呢就将先人的遗体葬这个天然形成的洞穴里面去。我去看一个底下的那个梦幻印象会有三年的时候印象刘三姐，印象刘三姐，那么还有最差是少林寺我们现在回头看一下，怎么没有？中间被咬了一口。仙头石。它这一口呢是掉落了下来，形成了一道景色。你看一下，仙头石的下面有很多小石头并坐在一起，就像一朵朝天绽开的莲花。到这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边也有象鼻山，象鼻子。是说一个是在水里的，一个是在陆地上的、我们在马来西亚那边有一个地方其实这个这种是
石灰岩和那个井水大藏，那变什么字？现在很多朋友都说现在应该变成习字，对不对？我们说习道，习道把这个江字倒过来看呢，就是一个习字。你想象什么？啊，对，那看这自然景观，就是三分的形象，七分的想象嘛。对啊。对啊，想谁就像谁。对。然后在这座山上面啊，也有玄关啊，我们可以往这个山的顶处有一个倒山角形。它这个倒山角形里面呢，就存放了两具棺木。专家呢都考古过啊，这里面所葬的呢是对，三分的形象，七分要想象啊。所以这个山峰称为双面石。对。那现在我们的船往回走啊，往回走的话呢，就是给你们拍照的时间了，所以你们就可以去拍拍照了啊。当然，游客的安全是第一的，有你保护。我两个孩子。